系数可以是可以降低26%哈。那我们污染的话，再加上台电公司一些的除了结构的转型之外，另外就是一些台电公司的这污染的防治设备的一个投入的话，可以整体降低那个污染的空污的排放，会降低46%哈。在这样一个结构下面，好。那首先我们跟接下来就进行说，整个电力供需规划最主要就是需求的一个规划哈。那我们可以从过去我们的电力的这个需求可以看得到，过去20年平均是2.54。那我们分两个阶段来看，在前一期哈，2000年到2009的话，它的成长率是3.2，然后后10年的话是1.87。我们可以从这数据可以知道，我们过去是在整个电力的这样的溢低的部分已经有显著的成效。但是因为这个2018年整个中美贸易的这样的影响啊，导致台商回流，还有半导体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哈，导致我们这些电力的需求哈，未来是看涨的啊。加上今年 COVID-19 相关的有些产业的话，它的这个情况也是转好的哈，所以基本上未来的需求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个2020年大概我们会需要2700亿度左右。那会到2025年会达到3000亿度左右哈，大概会有这样的增幅哈。那会因应这样的一个电力的一个需求，那是全年的哈，所以我们就要考量由台电公司哈去做整体的这个电力开发的一个规划哈。那这个在开发规划，刚刚我们讲的，除了我们这样一个这个台商回流这个 GDP 的成长，以及未来的可能考量的这个电车辆的电动化。那以及这个气温、这个汽油变迁的这样影响，都考虑在里面了。那整个未来的这个电力的刚刚规划，未达到20、30、50哦。未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我们的机组的一个排程哦，我们可以从轴线的这个轴线的话是时间的轴线，从2018年到2025年的这样的一个各个机组的一个规划。上面的部分是指除役的部分，下面的是指新增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除役的话，核能的话是随着各机组的话会逐年的去做除役。那其他的包括燃油机组啦，还有包括燃煤机组也会陆续的处理。那燃煤机组的话，我们看下增升新增的部分，到2019之后大概就没有，我们就没有新增燃煤机组的这样的一个增设。主要的话就是我们下面蓝色的再生能源跟我们绿色的部分的天然气的一个成长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当然我们整个电力的需求主要是要考虑这个尖峰的用电的那一天大家都有电量，所以我们考虑的是尖峰负载，我们同样去做尖峰负载的一个推估跟规划。那整个未来的话，我们这样的电力组合的这样的配置跟规划的话，利用容量率都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我们电力的风缺电的风险是没有的哈。好，那至于就是说搭配我们这次三阶的部分的话，我们上个月最主要的是因应这个中部地区的这个燃气的技术的增加所需要的东西哈。那预估的话，那个接收站的三阶的话，大概从2023年会每年100万公吨的一个供给量，它主要是供给大盘的9号跟7号机组的一个供气。那这样一个中部的地方的一个供气的话，是有助于这个电力的系统的稳定，还有未来电燃气提升到50%的时候的这样一个电力调度的一个那个天然气调度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位置哈。但目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规划。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汪祖密的报告。我们先介绍几位刚刚到的贵宾，首先是立法委员邱成远。还有台湾南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蔡律师，环境法律人协会理事长张玉颖张理事长，好，谢谢。接着我们邀请的是中油公司总经理李顺清进行报告。主席还有委员。还有在座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中油公司来报告针对今天这样子珍爱藻礁相关议题的一个说明。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看，好，大概我们就依照委员指定的这四个议题，我们来分。的角度来看，桃园大潭是不是天然气接收站的适当场址？哦，那基本上在中油公司
已经在1988年、1989年通过了相关的一个环评，包括工业区在1988年，工业港在1989年。那观塘工业区港也足了5公顷的用地，可以有效的缩短工期。那在整个观塘设置接收站，我想可以就近供应最主要是大潭电厂还有北部的一个用气，基于区域偏能，降低南北南汽北输的一个风险，可达到北中南互相备援，就是我所谓的区域偏能，可以确保全台供气的稳定跟安全。那在台北港建港事实上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没办法满足大潭电厂新增机组所需要的这个用气的集成，这一点大概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新北市政府两度来函跟公司表达民意反对在台北港建港，那经本公司还有相关机关评估之后，审慎评估之后确定三阶是在观塘是唯一的一个方案。那我们透过外波横波堤的一个遮蔽保护下，还有加上超船模式的一个视野，可以满足营运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也采取了藻礁的这个回避替代修正方案，会善尽企业责任来维护藻礁。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在2025年12月底完工，是不是能够赶得上大潭电厂机组的一个用期？我们跟大家报告，政府公司在111年10月31号会完成第一座除潮还有气化设施，所以在111年10月底就可以首期供气。那在112年会到100万吨，113年到200万吨，114年就是到所谓的300万吨的2025的一个期程。那如果公投要求中油三阶迁址，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供应对策哈？那有没有什么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哦？那如果是我们目前是一直在努力，在朝三阶的一个议定工程在努力那议定111年十月底会来完成。那如果是公投通过三阶这个迁址案，那本公司势必没办法来如期供应大潭电厂所需要的新增机组7到9号这些相关的一个用气。那中油三阶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措施或场址？这个我还是在向各位来做报告。那事实上当时在做评估的时候，就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期程的一个评估。也就是说，其实在台北港在台北港它前置作业跟可研跟环评3年半，然后微体造计4年半，再加上气化及除草设施要4年，因为它目前这个厂址所谓的台北港，它还是一个开放水域，所以其程根本来不及应付，所以没有办法用台北港来做一个替代方案。大概以上这样子跟各位委员做一个扼要的一个说明。那这针对藻礁的部分，我再这样做一个补充，因为事实上三阶原来已经在规划的230公顷经过回避替代方案缩到37公顷，又再度在这个回避替代方案再修正，变成一个回避替代修正方案缩到23公顷，那整个又不使用基万基督区面积已经缩为1/10。那只有使用到目前既有的一个田区，所以在避开基湾基兔藻礁裸露区及柴山多佩孔珊瑚来维持现状，是可以来保护自然海岸的。那中油公司对藻礁生态的一个重视，不但不会破坏藻礁，而且会投入更多的一个人力跟物力来维护原来的一个岩栖地的一个生态。所以在这边做个一个扼要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公投通过三阶的一个迁址的话，那中油公司是无法来如期供应大潭电厂。所以还是跟各位委员做这样子一个我们选址在观塘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报告。以上，谢谢。好，谢谢李总经理的报告。接下来我们邀请立法委员邱成远上台发言。好，谢谢蔡委员，还有各位与会的先进。那我想今天这个
真爱早教三阶迁址是否能更有利的能源安全与温室气体的减量公听会，今天我们还是要针对这个早教跟大潭电厂问题来进行讨论。那今天因为也汇集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团体跟业界的先进，那我们今天请大家尽量的表达。那我们这边针对这个大潭电厂的部分，我们知道说现在目前六部的燃气发电机组目前是由这个台中港的天然气接收站透过海底输气管线每年供气168万吨给至桃园大潭电厂来桃园大潭发电厂使用，现在还要增加三部的燃气机组。那中油公司目前评估尖峰的时间用气量会超过海底输气管的这个供气量，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认为中油公司一直没有说明清楚海底输气管最大年度的供气量到底有多少，有没有离峰时间可以加压传送气体并且先储存起来使用。那我们认为新的接收站目前计划是不是在101年底先出起的部分供气，就是因为有部分的燃气可以从海底输气管增加供应，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这个中油的部分是不是来先跟我们说明清楚，这样才能有效评估这个台北港的接收站，还有台中港的新增接收站，或是林口港新设的接气站等的其他替代方案的可行性。那对于我们这个今天重点的这个早教影响的部分，我们认为说台电应该具体说明是否现在的现行的方案或者是目前评估的计划已经是最小的影响的范围内。我们希望大潭电厂的排热温差及天然气的接收站破坏早教的面积一定务必要降到最小，这也是我们今天公听会一个很主要的目的。那必须要保留将原栖息地的藻礁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公约数。那接着我们等一下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针对自己不同的这个角度跟意见，我们进行今天公听会的讨论。那未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也会协助蔡委员，我们一起来推动。谢谢。好，谢谢邱委员的发言。台电公司总经理钟秉立因为前一场会议的关系会晚一点进行报告，所以我们现在先邀请民间团体代表进行发言，每位的发言时间15分钟，14分钟时铃响提醒一次。首先邀请的是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蔡律师，发言15分钟。刚投影片了。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会分成这七个主题来讲，那我会先讲前面三个，然后中间再换陈宪政律师，然后之后再换我来说明。那第一个我们要问，到底中油的三阶大潭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厂址？那我们民间认为说，大潭它的海象非常的恶劣，而且它的腹地很狭小，而且它会有能源设施过度集中在大潭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它不是天然气接收站的一个适当厂址。那首先就海象条件恶劣的部分，其实之前庄秉杰老师已经有说过，观塘刚好是北台湾的一个突出的地方，所以它是台湾海峡比较狭窄的地方，那受到地形的影响，它的风速比较大，然后冬季，反正冬季是我们空污季，就是说最需要天然，就是说最需要蒸汽减煤的时候，可是因为它在冬季的时候海象条件特别的恶劣，所以它将来在冬季要用，就是说需要减煤的时候，它反而是使用上比较困难，所以曾经庄秉杰老师批评说这里是北部最不安全的接厂址。那再来是不只是学者这样批评，我们从目前中油工程新建的过程中所发现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真的海象条件非常的恶劣。今年三月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台风，只是一般的东北季风，它的船舶就断缆，因为本来有4条缆绳固定的工作船就3条断掉，然后中油自己的在环评中的一个因应对策检讨报告也说会断缆是因为海象条件不佳，风浪过大，所以这个海象条件不好这是一个已经被验证的事实。那他当时中油说，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动力的船舶，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动力。结果今年11月，他的动力船舶自己有能力开的，不需要用缆线固定的船舶，也发生了搁浅事件。那搁浅的理由又是说又受到风浪的影响，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还没有启用就一再的搁浅，这样的地方我们认为就是不适合当接收站。就算你不在乎生态，你也在乎能源安全，也不能选这个地方。
那再来是我们也看到在他的相关的环评资料里面，我们看到中油自己说光是今年六月七月八月就一再的跑去台北港避风浪，这个地方环境那么差，没有搁浅的时候风浪太大还要躲到台北港，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不适合的地方，一直去别的地方躲风浪，为什么不赶快考虑是不是该迁到其他的地方。那再来是它的腹地非常的狭小，它缩减面积之后，它最早吧，我们可以看到右边那个原本它规划说想要盖九座储槽，结果它缩减面积之后目前只能盖两座储槽，但是中油心里有想说未来希望能够海上也弄两座储槽，但这个还没有通过环评，那技术上是否可行，这种海上储槽是不是适合，未来也不知道。那它九座储槽缩到两座储槽，这样的一个腹地狭小，让我们对于说反正政府说要增加天然气，其中一个配套措施是增加天然气的一些储存安全储量，那你选一个这么狭，就是腹地这么小的地方，现在只能盖两座储槽，我们对它也是有疑虑的。那反而提到的替代方案可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面积。那在庄秉杰老师有讲到说如果迁址的话，如果迁到一个比较大的地方的话，那可以避免说北部的电力供应过度集中在大潭，能够去分散。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电的资料上，目前大潭电厂一到七号机组占我们的就是它影响我们的备转容量率大概是 12.27%， 比例非常的高。我们未来的八九号机还没有启用的状况下，就已经能源高度集中达到 12.27%。 大家都记得八一五大停电的时候，政府其中一个检讨是说 要做一个安全的分散，那我们看到大潭电厂这样过度集中，我们认为就是没有做好能源分散，能源设施过度的集中，那这也是我们认为说这里不应该再继续去增加。那再来是刚中油的代表好像有提到说2014年10月底要供气，但是我们看到资料是中油曾经去回复陈椒华委员，就陈椒华委员有做一个书面的询问，说到底什么时候预计什么时候完工？当时中油说的是2014年12月底完工，也就是2025年底才会完工。那刚刚中油说，2011年10月底就要供气，那我们想要问说，完工前到底是怎么供气？如果是用拉海管从别的地方用海管供气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接收站不盖也没有关系，你就维持用海管的方式。现在大潭电厂七部机组都在运转，就是靠海管供气，所以我们非常的质疑这个接收站所新建的必要性。那我们看到2014年12月底完工。而我们的刚中油说一直在说这是为了大潭电厂的用气需求，真的是为了大潭电厂的用气需求吗？我们拿出这个表格，这其实刚刚经济部也有使用同样的一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大潭电厂未来的八号机、九号机，还有就是还有那个大潭电厂的那个新增的七号机组，可以看到说是分别是在2022年到2024年的六月就要启用，而刚给大家看到就是说三阶是在预计到2014年，就2025年12月才会完工，也就是中油三阶它完工的时程，事实上是明显就是赶不上大潭电厂它所用气需求，因为2024年之前就要陆续去大潭电厂机组就要陆续运转了，所以表示大潭电厂运转的时候，一定有其他的气源，不可能靠一个2025年12月底才要完工的一个机组。那我们也要说明，大潭电厂它目前的规划，它已经在运转中的七号机未来会在2022年先暂时停机，然后呢在2024年的时候它把它改成负循环机组在运转，那负循环机组是用废热回收的一个方式在运转，所以它事实上不见得需要，就是它可以增加发电量，但不需要增加太多用气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8号机九号机是2022、2023年就运转，中油三阶2025年底才完工，根本就接不上，所以不要再赖说是为了大潭电厂的需求，是为了中油想要开发的需求。那在 这部分，不但是中油曾经书面回复陈椒华委员是2014年底才会完工，在今年9月18号陈椒华委员会所举办的公听会上，中油也我们大家就直问中油说，为什么你说2014年底完工，然后呢德大人电厂它之前就要2014年还没有到的时候就要陆续运转，那你是怎么做到的？那中油其实也承认，他说跟我们的工期没办法搭配的部分是，比方说要用八号机组，可能某个旧机组先停下，然后八号机组上去就可以持续供应，调度也是需要考量的。那这个都有影片为证，所以我们认为在事实上它是可以透过调度，而不需要急着去盖这样的一个接收站。如果你的调度如果是用海管供气，请你就继续海管供气，不要再去破坏生态盖一个接收站。
那第三个，如果公投要求中油三阶迁址，我们还是很期待。虽然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是要问政府的问题，我们需要问经济部台电跟中油就能源供应有没有什么因应对策，然后是怎样的一个因应对策。那但我们民间来看，从我们的一些能源的结构，我们认为即使没有其他新增的天然的这个供气量，事实上我们认为是还是可以因应的。这也是回到刚刚经济部也有使用的同一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状况下。大韩电就说，在2025年之前，我们的这些就是有的该除役的机组、该除役的电厂除役，然后新的机组上来之后，预计在2025年底的时候被转容备用容量率是17.1%。那我们都知道，目前政府的一个目标值是15.1%，也就是说，说如果说一切顺利的状况下，其实我们的预计的备用容量值事实上是比政府预定的合理目标值还要来得多，而备用容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备用容量过多超过所需要的，事实上是造成一种资源的浪费。过去监察院在101年的时候曾经纠正过经济部说，为什么你在预估备用容量率已经超过目标的状况下还去核准新设民营电厂，那么要纠正。那我们也想提醒经济部过去犯过这种错误，那我们在天然气接收站在已经预估我们的备用容量率事实上在2025年会过高的一个状况，就已经超过法定目标值的状况，是不是一定要盖接收在三阶？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质疑。那过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的理事长赵家伟博士，他其实也曾经写过针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替代方案对能源转型影响，他有写过一篇评论，他就说2025年的时候备用容量率已经达到17%以上，那他认为如果大潭电厂未来下月尖峰的时段，假如它的供气量不要满载发电，它可能发电个90%，事实上很多电厂都考虑空污或各种问题，它不见得有维持满载发电。那你不要满载发电，稍微用的少一点，只要发电90%，然后减少了尖峰能力，它尖峰能力可能减少了1.5%，那备用容量率降为15.3%，还是符合法定的15%的备用容量率。那我们认为说这样事实上是相对更好的，还是可以保持供电的一个稳定，那不需要去破坏生态。那更重要的是，工研院的院长也有说过，我们的尖峰，台湾一年8000多个小时里面，只有200个小时是尖峰用电，大概占了2.5%的一个尖峰用电。那我们不，他认为说不需要为了2.5%的尖峰用电盖新的电厂。应该要去好好的思考如何透过储能、节能或是虚量反应的方式来解决尖峰用电。我们刚刚讲的，即使是考虑尖峰用电的时候，其实2025年都有17.1%的一个状的备转的容量的多的容量。那我们认为说没有必要为了尖2.5%每一年200多个小时的那个的尖峰用电，然后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珍贵的生态。那接下来我们请先陈先生理事长补充。我们共用，共用的。有关第四点的部分，三阶其实是可以从调度面来解决，可以从节能、提高能源的使用率、增加再生能源以及浮动式接收站等替代措施，还有台北港、林口港合适的重建码头等替代的一个厂址方案。刚刚其实中油在说明的时候有一点真的很难以置信，刚刚我们听到说，如果今天公民投票通过，中油他只告诉我们没有办法如期供气，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所谓的替代方案是什么。一个上百亿的一个国家的重大投资，一个重大的一个经济建设，居然可以假设公投不会过，诉讼不会过，然后呢申请保护区不会过，所以他告诉我们完全没有替代方案，这个完全难以置信。目前三阶部分，第一个公投目前的进度是第二阶段的一个联署，预计在今年8月在执行这样的一个公投的程序。第二个，目前有6个行政诉讼，包括历次的环评、海岸利用许可、区域计划开发许可、填海造地许可等19个行政处分，目前也是都在进行当中。那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环评应办及承诺的一个事项表里面也有提到，如果在本案的范围内藻礁生态系后续有这样划设保护区的话，这个部分将配合剔除保护区的范围。换句话说，这个部分我们环团的部分也提出了3个保护区的一个申请案，可是我们从刚刚中油的报告来看，他的 主观上就是认为这些都不会过。好，我们觉得这个是难以置信。然后另外第二个，有关于调度面，事实上在中油三阶供气延迟的一个状况，在2016年的时候，经济部长前经济部长沈荣金就已经有提过，这个部分是可以从调度面来解决。
那这个就很奇怪，如果当时可以用调度面来解决，那为什么现在不行？好，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点。那再我们要说明的是有关于天然气桥接的一个管理。事实上，在许多的研究都已经针对天然气的使用，它是存在的一个潜在风险，并且提出警告，如何尽可能的避免掉入碳锁定的一个泥沼中。所以在 推动的一个过程及步骤上面呢，应该要优先考量提升能源的一个效率，抑制尖峰用电，节能，以及推动再生能源这样的一个无悔的政策。这跟先前这个蔡雅瑩律师所讲的工研院的这样的一个报告是相吻合的。那事实上呢，有关于能源转型作为整体社会的一个学习的一环，这样子才能用长远的眼光来评估天然气作为桥接燃料背后的一个各种风险。那有关于这个降低碳排的部分呢，我们会在第六点的部分来做详细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明一下有关于天然气接收站它的一个其他港口的替代方案。这个也是中油一直告诉我们说，其他的厂址完全没有替代方案，不可行。那事实上民间的专家学者事实上有委托专家来做评估，其中呢包括三个港口，第一个是台北港的一个部分。我们评估的结果是包括第四题的填土区，还有第二货柜中心及第一货柜中心，它的所需时间，施工所需时间大概是4到5年，或者是2到3年，但是中油在环评的报告，他跟我们说要14到18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这是同一个国家吗？好，我们怀疑这个数据是不是有灌水的一个疑虑。那此外呢，这个中油另外一个讲法是说，在这个如果是在台北港的部分，必须要重做环评。那事实上，在本案的一个环评的过程当中，环评委也有跟他们讲过，如果是要再选择在台北港，他们也可以配合尽快来做审查的动作，所以中油提出来的部分根本都不是问题。那另外有关林口港的部分，林口港的部分呢，林口港的部分可以利用原有的栈桥延伸来新建靠船的墩座以及卸料的平台，然后就可以作为 LNG 船卸料的一个基地。 LNG 的管线可以架设在原有的栈桥上面或新建的栈桥上面，这个技术上的一个难度并不高。可是林口港这个部分在环评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审慎的去做一个评估。那此外还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已经完工的抽水站、放流管以及其他的设置，这个部分也可以改建为燃气电厂，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接收站来使用。那 LNG 船 LNG 接收站如果利用现有的这个重建码头向外来扩充，这个遭遇太大的阻力时，可以考虑新建外海的一个浮动码头或者是重力式码头，在海管管线将气化后的天然气运送至这个厂区内。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海管送到协和电厂，或者是送到所谓的这个一个大潭电厂来使用。那也可以减少有关于这个协和附近的一个这个新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或者是大潭新建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自然环境的一个破坏。那中油一直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浮动式码头是一个不可行的一个方案，不适合。那事实上学者专家研究也告诉我们，浮动式码头其实它有很多的优点，包括它不用新建这个 LNG 的冷冻槽、气化设施，避免占用广大的土地。换句话说，它根本就不需要去填那么多的这个 海岸的一个土地。此外，它的工期也比较短。那再来，它本身具有机动性，它可以移至他处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重复使用。那 LNG 船不需要进入港口就可以进行卸载作业，也可以节省港口的一个新建，以及降低对环境程度的一个影响。此外，造价也比较低廉。换句话说，其实如果考量到碳排的这件事情，事实上 ，LNG 船也许是一个LNG 的一个浮动式码头，也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设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点，如果中油今天不愿意考虑厂址的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改由台电至其他地点来新建接收站，也许更有利这个能源的一个转型。首先，第一个，我们从2016年的一个报告里面有看，的新闻里面有看到，天然气接收站中有这个部分呢，台电每年必须要付110亿的手续费。那换句话说，台电的采购里面62%
等于是被中油每年赚了这样的一个110亿元。那我们就认为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台电在103年8月29号已经获准自行采购天然气，那大安电厂25年购气的合约在117年就已经要到期，那目前也只剩下3年了。合约期满后，大韩电厂它其实未必要由中油来供气，也可以由台电自行由其他的地点来进口天然气。如果可以与这个世界合并新建签址，移到腹地比较大的台北港或者是林口港的话，这样海管来输送，这样不但可以一举保护桃园的藻礁，而且也可以保护基隆协和电厂附近的珊瑚。那此外，省下的一个转手的价差，也可以降低燃气发电的成本，更能有利的一个这个能源转型。那第六个，这个是今天要主要谈到的另外一个重点哈，要达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半的一个法定目标。这个是化石能源及天然气集中站预估利用率在2025年后会逐年下降，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要慎选场址，而不是来牺牲藻礁，好这样的一个珍贵的一个生态系。首先，我们看到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第4条第1项就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国家温室气体长期减量目标是中华民国13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为中华民国94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个50%以下。那139年就是2050年。刚刚我们听到，不管是经济部的报告也好，或者是中油的报告也好，他一直跟我们讲说，2025年能源转型的配比，可是2025年到2050年减碳的目标呢？好，这一点在他们的评估里面是完全没有去做说明的。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但是它是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体。按照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个生产总值的排名，全世界排名第22。那此外呢，我们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量，好，在全球的排名也是第22，但是人均排放量呢是第26。国际社会是不可能忽视这样的碳排可观的一个经济体。好，在这样的经济温室气体的一个议题上面，毫无作为。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不积极的减碳，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经贸的一个活动以及企业的一个竞争力。那能源转型它不能只是想到2025年，而忽视了长期减碳的这一个目标，应该全面的检视天然气接收站的一个妥适性。所以呢，以低碳经济的一个观点，全面来检视现行与规划中的一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火力电厂，包括天然气接收站，包括再生能源的布置，包括能源这个储能的设备，以及智慧输电电网的一个建置，这样的一个妥适性，来降低或者是避免搁置的资产。那我们来看一下工研院的一个相关的报告，这个也是很新的一个报告。事实上，这边就已经有提到，燃气发电如果说我们考量到2050年的一个碳排的一个减量的一个思考的话，事实上呢，在燃气发电比预估在2024年就会超过燃煤的发电，那发电量于2025年就会达到巅峰值，而后逐年就会下降。那再生能源的占比就会提高，预期在2029年的时候就会超越燃煤的一个发电，2037年的时候就会超越燃气的一个发电的配比。那在这个图里面，其实更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以节能的规划来看，当时呢，学者有针对各式的情景去做假设，包括这个节能无作为，或者是积极节能、创新节能、创新节能加上这个能源负承载，或者是最后一个是极限的节能。我们从这个表里面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燃气的使用顶多最多是35%，绝对没有像这个经济部或者是中油评估的50%。换句话说，如果从2025年是50%，到2050年降到35%，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有多少的设备要被闲置？而且这期间只有20年的期间。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理事长赵家伟的一个说明，他说2050年时将有40%左右的接收站处于闲置的一个状态，如果要达到碳中和的一个目标时呢，2035年的接收站闲置率会达到40%，2050年更会达到60%。
所以今天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来干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或者是甚至盖第四天然气接收站，这个部分对于环境的冲击是否划算？好，这个应该要审慎来做评估。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慎重的考量其他的一个替代方案。那我们最后一个议题是我们认为三阶的迁址事实上跟我们飞核家园的政策事实上是没有冲突的，就是说有时候政府官员会说啊，为了飞核家园我们要牺牲，只能牺牲早教，那我们是完全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谎言。那我们要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谎言。那首先我们认为说中油三阶是2025年12月底才完工的，那大家都知道核一现在已经进入除役的阶段，那核二三厂它40年的运转执照也预计在2021年12月到2025年5月就陆续会到期，那甚至因为核废料储存的问题，核二厂的一号机预计到今年明年的三月就会开始降载，然后五月的时候预估就会提前停机。所以从整个时程看来，老旧核电厂除役所减少的电力显然是有其他的替代能源，因为这些老旧的核电既有的核电厂除役之前是像那个三阶还没有完工，三阶完工是已经在那个他们除役之后的事情。那而且我们也认为说老旧的核电厂它之所以不能延役，一方面是法令的限制，它没有在那个执照到期前五年提出延役的申请，然后并且得到核准，那现在事实上依照法令就没有办法去延，法律上就没办法延役。那更何况老旧电厂的延役事实上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包含我们最近才故障的因为齿轮磨损故障的那个核二厂一号机，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厂老旧之后各种问题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反对说不管是从法律上或者是说从安全上，我们都认为为事实上核电厂老旧核电厂本来就应该除役，而且从时程上也跟三阶没有关系。那这个是刚刚经济部有使用的那个表格，可以看到说政府规划几个目前的四部核电机组在2025年5月之前会陆续除役，而三阶是2025年12月底完工，所以从时程上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要再拿飞核家园当借口来破坏早教，这是不相干的事情，不能这样子混淆。那第二个部分核四的部分的话，核四我们认为政府的能源规划在没有列入安全争议不断的核弹，而且在2015年7月已经进入封存状态，封存超过五年的一个核四厂，它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这些老旧的核电厂除以核四也没有算进来的状况，它所2025年的备转容量率是超过15%，是有17.1%。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即使没有核四，然后那些老电核电厂都除以，事实上我们电力是够用的，不需要用三阶，不需要去破坏。那而且台电，而且再从时程上我们可以看到台电自己曾经评估核四如果想要重启至少要需要花 N+6至7年，所以这时程上显然也跟三阶没有办法衔接。而且核四自己去说，台电自己说明说核四厂它因为团队已经新建的团队日期已经解散，如果想要继续建的话还要重新去修约然后谈判，那个时程它没有办法掌握，用 N 来计算。然后而且说它当初所使用的一些设备事实上都是特别定做的，而且已经停产了，要把这些厂商找出来重新生产这些定做的设备，事实上时程他也没有办法评估。而且核四在封存之前，事实上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包含福岛核灾后的一些强化安全设施的强化，还有一些热测试等，他都很多都事情没有做。如果要新建这部分要花6到7年，所以需要 N+6至7年。所以与其等待这个遥遥无期的核四，政府还不如去细想如何节约能源，或是再发展其他在适当地点发展再生能源。那再来是我们前面也有说过，大潭的海象条件非常的恶劣，在施工期间就已经多次搁浅或是躲到台北港去避风浪，然后而且它的腹地很狭小，破坏7000多年的藻礁只能盖2座储槽。如果我们真的很重视增加天然气 的话重视能源安全，我们认为接收站就是不能盖在大潭。而且也如同刚刚前任县政理事长他所讲到的，工研院的分析，2025年天然气的发电量会达到尖峰之后，为了达到减碳的目标，重组时化石能源的天然气它未来也是要减量的，所以2025达到尖峰之后又要继续往下降。所以我们真的是认为如果从减碳 的目标的话，事实上也不应该轻易的盖在这个地方。那再来是我们认为政府如果有心推动能源转型，应该要慎选各种能源设施的厂址，而不是将这种选址不当的问题推给说是为了飞核政策来牺牲，我们认为这是污名化飞核政策，而且也与事实不符。谢谢。好，非常感谢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理事长陈宪正以及专职律师蔡雅莹的报告以及发问哦。那因为我们的台电公司总经理钟秉立钟总经理刚刚到了现场，我们现在先请钟经理钟总经理到台前发表您的报告，谢谢。
主席，各位媒体，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本公司配合公司这个政府的能源政策，现在正在办理大恒电厂蒸汽复权机组的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预定在2011年到2013年、我们陆续会商转。那发电用的天然气，我们是规划是用中油第三接收站外购液化天然气来提供，也就是就近供应了。如果没有这个接收站，如果没有办法如期的竣工，它直接就会影响我们这个计划的供电的目标。那这个供电量也有190几亿度。那三阶如果要觅其他地方来新建的话，就新厂址进行规划、环境评估，还有后续的相关的行政作业，这个审查程序都非常耗时。那当然七到九号机就因为没有气源，然后就没有办法在计划的预定时程里面来商转。所以从2023年起，如果因为这个计划没有上来的话，我们的备用容量率就会小于15%的法定的目标。那如果我们整体的用电负载啊，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因为台商的回流这些加码，这些情境持续在增加，在升温，我们的备用容量率可能也会持续的下降。所以这个三阶对跟我们的大恒电厂真的是息息相关。那我们现在我们台湾运转的天然气的接收站跟管路的系统里面，目前都是中油公司在提供，也是中国公司所有。那我们公司也在规划台中港跟基隆的协和电厂，那这个部分还在规划推动当中。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是就近供气，所以大恒电厂它的规划，这个并不是这个天然气的接收站了，它的规划供气的对象还是由我们的大潭接收站在供应。如果改由其他接收站来供气的话，时程还有工程上都没有办法来取代三阶，所以三阶接收站目前是可以提供大恒电厂这个增建机组唯一的气源。那对于我们稳定供电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说三阶可以如期如此来完成。以上简单报告。好，谢谢钟总经理的报告。接下来我们邀请主管机关国营事业针对民间团体发言进行回应，发言时间各自5分钟。首先邀请能源局进行回应。我想刚刚蔡律师还有相关的主要针对就是说能源政策部分的电力供需的部分是否有真正做到节能。那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有关相关电力的需求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台湾在做节能的管制的话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是严谨很多。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针对大型投资生产计划新设的部分，我们就纳入了这个我们叫最佳可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的管理啊，这是一个强制性管理。你一定要在投资之前就要做这样很好的规划，然后要采 BACT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很少数国家是有做这样的管制。另外，对使用行为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对那能源大用户的用电是强制在能源查核管理是要每年要降1%的这样的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管制，这也是强制性的管理。那针对特定的这些场所，我们也采行的都是强制性的管理。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在节能的部分，我们在各部门，包括工业部门、那个住商部门，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管理。我想很少国家哈会对民众采取这样的限制用电的一个管理，或者是强制这个要省电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哈，所以在节能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整个那个电力密集度也好，或者是这个能源使用密集度，基本上过去是很明显，包括工业部门跟住商部门都很明显的一个下降。我想这个下降的幅度跟其他国家比较，都是相对的是我们是优等生哦，这一部分的话有数据可以佐证。那至于就是说刚刚可能谈到就是说这些三阶的需要性跟它的适合的地点，我们知道整个电力的供需的这个区域平衡，包括我们希望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气的用电跟
天然气的需求量跟我的电厂，希望是能够越接近越好。第一个就是按照对我们的电力需求，也是希望能够均衡，就是在整个供电的区域的话，能够均衡的话，是对节约能源是也是相对是比较可以减少损耗。那另外在安全性的话也是比较好的。那大胆电厂跟第三接收站，它是相对是接近的。然后它现在是我们大概在中北部的话，我们相对的电力的话需求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能够在北部增加这样的一个接收站跟它的电厂的话，那相对的话对整个电力的供需是有它的好处。那再加上说我们目前大概南部这个中部有这样的一个接收站，那如果在北部也有这样的一个接收站可以做互相的调度，我想在整个能源安全上面相对是会有比较的帮助。那另外针对说未来这个2050年未来碳中和的这部分的话，我想现在很多国家也都在提倡这个。那目前大概整个未来这样的碳的管理的话，主要是我们环保署在做温室气体减量的这样一个管理，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评估跟检讨哈。那这部分的话，各部门都会配合环保署这样的未来的温室气体减量的目标去做逐步的这个配合，就那滚动式的检讨。基本上阶段管制目标是5年为一期，那目前我们也在跟配合环保署做，到2025年的第二期的这样的一个减量的一个规划跟管理。那至于未来20年长期的部分的话，我想我们那个环保署那边也会做比较这个国家比较深度的一个研习以后来再做规划。那这部分大概就报告到此，谢谢。好，谢谢翁素珍主秘的回应。接下来我们请中油公司进行回应。主席以及各位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刚刚有关邱委员还有各位环团的代表呢所质疑的所问的问题呢，就诚如邱委员刚刚所提示的问题呢，就是唯一的问题了哈。也就是说第三接收站呢，它所存在呢是不是最佳的设计，那么开发的范围最小，影响最小啊，那我想大概主轴在这个地方哈。那我想先说明呢，首先在能源供应来讲，对于我们国内呢，它是首重的，最重要就是一个安全，还有稳定。那么对于三阶呢，它来供应大潭新增的机组呢，它是一个唯一的选项啊。那我从以下的几点呢，再分别说明啊。那其实，在我们刚刚总经理的报告里面，也大致做了一些说明。那么首先呢，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哈？那么刚刚蔡律师刚刚有提到，是不是有过度集中的现象哈？这个部分我想先说明一下。那么在台湾呢，目前存在的就是高雄永安跟台中的两个接收站，而在北部来讲呢，所使用天然气呢，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因此呢，在北部呢，要做一个接收站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项。同时呢，如果从台中或者是从高雄呢来供应到北部的天然气呢，它会产生上操作上的一些限制。因此我们才特别一直强调呢，大潭新增的机组它所需要的天然气呢，是必须要从观塘这边呢就近来供应，才能够产生它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呢，本身是从它的能源的效率，同时最重要就是一个时间上呢能够符合它新增机组所需要的一个时间。那么所以在台湾来讲，我们恒珠比较起来呢，在观塘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啊。那么至于开发的规模的部分呢，它是不是合宜，刚刚也有提到。那么在5公顷的这个13公顷的填方区呢，来做2个除草，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它是不是太腹地太狭小的，哦，那我想，各位环团朋友大概也很清楚啊，在环评环差的过程中呢，中油公司一直表达，我们需要的是四座除草呢，才能够比较稳定的供应，新增机组。但是呢，那我们也非常尊重环团的意见呢，对于藻礁的保护，来尽到最大的一个努力，所以承诺呢，在G1、G2、G3区呢，我们通通不开发，而且呢，尽到我们保育的一个责任。因此呢，
就在既有的填方区呢，我们只能够盖两座除草。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希望在未来在港域的部分新增的填方区呢，再去增加一些除草，来去确保这个能源的供应。那么所以刚刚蔡律师讲这样的一个说明，其实对我来讲，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是觉得情何以堪，因为我们是充分尊重环团的这样一个早教的保育的观念。那么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替代方案的部分，替代方案部分当在其实这些意见呢，在我们中油公司呢都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些考虑。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的浮动式接收站，浮动式接收站没错，有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最重要一个缺点就是它没办法维持它的一个稳定性。因为呢在这个北部的海域，它台湾会有台风来侵袭，这样情况下的话，台风侵袭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浮动式的接收站它就必须离开现地。那么因此呢，对于这个天然气的供应呢，它会产生这个不稳定的供应的情形。那么所以这是一个考虑。那至于说在台北港的替代方案，那么刚刚提到说如果在台北港的话呢，那么建造期只要4年，这个论调呢我们始终是没办法接受。那又提到说环评委员可以配合，我非常不以认同。如何配合？一个，我们光在一个现有的土地上要盖一座除草，所需要花的工期就至少是4年，更何况你在台北港，你要经过我们所有政府的相关的行政程序，包括呢，你要提做可行研究，要经过政府机关的核定，你这个投资计划预算，按时程去编列预算，之后还要经过环评的阶段，现地还要去填土，等等，怎么可能在4年内完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此呢，在台北港的替代方案部分，我们是没办法在时程上接纳能够供应大潭电厂，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是没办法去执行。另外就是说也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海管供气，114年完工海管供气，从台中或者是高雄来供气的可能性，我想各位要了解，不只是海管的问题，它还包含了你接收站的一个建设，就算让你必须要有这个能力去接收更多的天然气 LNG 进口，才能去谈到说我海管的量还够还是不够。因此呢，因此就是说不是光靠海管就能够解决这个事情，你必须在其他的接收站也要有把接收能力要提升。所以因此呢，在各种的一个替代方案的考虑情况下呢，我们是觉得在观塘呢必须要去做，才能够符合我们国内所需要的一个能源需求。我想以上做这样说明，谢谢。好的，我们谢谢中油公司的副总经理方正仁的一个回应。接下来我们请台电公司的代表上台进行回应。好，刚刚提到说这林口跟合适的重建码头是不是会改为接收站，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林口现在是一个泄煤的一个港，那它的港池如果要改为 LNG 的接收站的话，它的工程是非常浩大的，而且可能会影响目前正在运作这个煤的这个操作。那合适的重建码头它也是一样，它的港池是很小的，而且从核四如果要拉管拉到这个大潭，它这工程上地形上也有它很多的困难。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观塘大潭机组，也不要那么多的气，因为2020年备用量会大于15%。这个议题啊，我们看如果大潭电厂它的重要性，刚刚我们提过，它大概可以占我们2.4%的备用容量率。那如果观塘如果没有及时的供气的话，我们的备用容量率在2023年可能就会掉到15%以下。那我们希望说观塘可以这个及时的供气如此如期来完成，也希望说这个备用容量率可以及时的来补充。以上。
好，谢谢台电总经理钟秉立钟总经理的一个回应。接下来我们请我们主席。好，那个我们第一阶段大概就是有相关的环团人士有提出一些疑虑，那相关的单位也有做一些简单的回应。我们第一阶段呢，就先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先休息个15分钟。好，那接下来大概就是听一下一些民间的团体以及个人，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那个下一个阶段是3:25开始。大家休息一下。好，我们现场备有一些茶点，各位贵宾跟先进可以到后方取用。
各位先进、各位贵宾，下一个阶段综合讨论的时间过后，我们还会请主管机关跟国营事业的代表就民间团体的发言内容进行回应。接下来在整个公听会的最后十分钟会开放现场，给现场的听众朋友来上台发言。那么如果有想要发言的听众，也请先到后台登记，把您的姓名跟单位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
下一阶段的综合讨论时间将在三分钟后正式开始。好，各位先进及各位贵宾，我们第二阶段的综合讨论时间即将开始。那如果现场还有想要发言的观众，可以到后面找工作人员登记。好，我们现在先进行综合讨论。首先，我们邀请民间团体与学者代表依序进行发言，每位发言时间有各自是到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那民间发言的顺序依序是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修郑研究员，真爱早教公投领衔人潘忠正，还有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理事长何忠勋，环境法律人权协会理事长张玉颖，以及工程师王伟明。首先，我们邀请的是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修郑研究员，发言时间八分钟，七分钟的时候会响铃提醒一次。好，谢谢委员好，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好，还有我们的国营企业这些朋友大家好。好，我想今天再次来自这个立法院有没有？我想在立法院呢是人民的会堂而且是来这里，我是也算是公务人员，所以我来讲算为老百姓要讲一个真话。那我知道这件案子呢，因为本人呢也是第十二届的环评委员，那这个案子呢也在我的两年呢听了很多的报告，非常了解。那最主要我是大概是环评委员里面呢第一个为了这个案子呢两次自己上来报告各二十分钟这个带破了所有环评委员，为了因为我想我要找他最好的替代方案，我自己去请人，我去拜托人。因为我最早的时候还是核四监督委员过，从工程方面、各方面、能源方面呢，那我自己也参加过离岸风力各种的环评案，所以个人呢也想说，这国家这个是最适合的地方吗？所以我个人认为是我从事海洋四十年了，我潜水每天出去都要看天气，我知道现在天气到底怎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呢，上海是最差的一个地方。我以我人格四十年人。保证这里是最差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才想到说，为什么不能找别的地方啊？刚好我又是台北港的那个环差的环评委的召集人，所以我当时现场就说，那观塘港这个案子呢，中油呢，其实应该三阶应该来你们这里，
啊，请问他们有没有跟你们啊、问过土地主？当时的啊，王总工程师亲自跟我在环评会上都有录影存证，他说有，总有来跟我借，我说有土地，哈、哦，我们这里有，我们那刚才在填土，那是 N2 那个位置。结果隔两个礼拜，我在环评会在跟中友这件案子的时候呢，竟然当场中友说没有，那已经都台北港说已经都没有位置了，都出出去了。我说台北港这么大，那刚好我没有把台北港的天然气哦在巴黎那边要把它移到哦最外面的那呀啊 A 区 D 区那里，啊刚好要填土填来造路，那也是最适合当最适当，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哦、我去了拜托一个工程师，他叫做徐顺宪总工程师，他本人呢是做过我们的、永安天然气，还有我们这所有海底的接管都是他做的、哦、所以一接他做的，台中港他做的，他现在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在做我们麦寮的、哦啊、天然气的接收站，所以他非常帮我忙写的这个替代案。那这个替代案我在那边报告也报告过了、哦、我想我在大自然这一期142期呢，哦，环保基准室呢，我已经把那个报告书的它的部分呢，我都放在里面哈、哦。那所以这个我以前要讲说，但是那时候我跟张景生有没有政务委有没有再去视察回来呢？中友还是说还要15年、18年，每次都18年，我想大概是他们觉得慢慢做。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报告书委员有没有，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已经不是我科学家有没有，跟我的专业有没有？我在环评会，我已经自认为说这已经是政治问题了、哦、所以我个人来讲说，因为我所说的跟中友所答的，一直都在两边都在哦，没办法交集。啊、因为我的工程师就专门来做接收站的，他就没问题的、啊、他们就说没那么快啊，就没那么快哈、哦。好，这时候是我说政治问题呢，当然政治解决，但是老百姓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啊。哦真，因为老百姓是要赔你的，要对国家有利的，哦、那以这个接收站呢，哦、它不适合性呢，真的非常严重、哦、所以我个人先在这里再澄清一次、哦、那第一个台北港是最好的、哦、我在里面有已经理由都写过了、哦、那第二个的时候，我曾经想到林口港，当时林口港的时候，是我跟这个台电的高层哦，而且某些人就很熟。那我了解说，这个观塘港当年呢，是从东鼎亿化天然公司呢要转给，中鼎再转给中友的时候呢，这过程中行政院呢，曾经是要给台电也要，因为台电都大堂是我在发电的啊，那我来自己来接收，我自己可以省着，每年可以省百亿啊，到200亿啊，啊为什么不能够自己来做？可是行政院最后还是敲定给中友，好，所以是转接给中友，那是没错。但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一点是，我们以老百姓的心来讲说，我们的电价为了越来越高，为什么这个中间这个转介呢是百亿到200亿？请问为什么电那么贵？好、哦，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要用中油的观塘港。好、哦，那今天我看到中油的答复就奇怪说，哎，因为这个台北港呢好像比较远，请问你一下，你现在说油天然气呢，有的是从永安天然气港、哦、还有台中来，绕那么远都不嫌远了，怎么会嫌这个台中港会很远呢、哦？这个是第一点。所以我那时候提出林口港，哦、他们又讲林口港什么飞机飞航可能有危险，什么讲一大堆。后来我那个总工程师也讲说，那永安港的上面还有台南飞机场的上空呢，那根本没有问题啊。所以、哦、要找理由，永远找、哦。所以我们今天不知道跟你们要找理由，我真的是。败给你们了，所以我是 不要再讲理由、啊、我是要讲说，以老百姓来讲，为什么现在中油跟台电两个公司呢？我们国家行政院呢应该听到声音，哪一个是对人民最有利啊？那花的钱最好，最有老百姓那重点。好、啊，这是我。还有呢，我刚刚大家提到，现在永安港呢，船席这天然气的接收席呢，已经又增加两席。那台中港呢，我们在环评环差呢，中油也要加一席。台电也要加一席，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只有三街这一席而已啊，是好多席啊，已经增加4席以上了、哦、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天然气、哦、还有各位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私人公司，像申霸、
电力公司风德一厂、风德二厂、风德二厂也都加增加100万瓦，也都用天然气。我们还有嘉惠电厂，还有新能、长生、新桃、国光、彰滨，还有私人的麦寮，我们太多的电，这个都是可以去替代的，而且是我们台电可以去整个来做整个通盘的这个调配。所以我们国家以这个来讲，这不是唯一的，我个人先这样讲。好，这一张点呢，我是在讲是说藻礁，我真的我们海洋界对藻礁，我们对不起藻礁。我一直都在珊瑚礁潜水，因为珊瑚礁呢能见度再不好，总有3-5米可以看，这水深5米可以看得清楚。可是藻礁能见度只有50公分不到，所以一直都没有科学家去做研究。所以这一次因为有这个观塘案呢，大家调查结果呢，从越调查生物越来越多。这七件来藻礁呢，竟然生物太多，非常多。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全世界非常特殊的一个生态系，我们没有人去研究。对不起，台湾海洋的研究量很差，也没有人去做。后来知道啊，原来这是鲨鱼小时候要住的地方，因为鲨鱼它小的时候才真的在它的嗅觉什么很灵敏，它可以吃沙里面的虾、螃蟹类。可是它大海出去了就被大鲨吃掉了。所以这里是一个小沙，有没有生长的地方？所以藻礁的生态系呢，是我们长期忽略的。所以那里有台湾都被广珊瑚，可是中有的解释呢，说哎，我们已经从200多公顷降到23公顷。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这样而已，因为你将来还有可以再环差，再把那个少的那个天然储气槽呢再补回来，还有你那个最重要，整个港区是没有变的。黄玻璃是没有，还是这么大，所以那么大呢，是影响整个海域的这个整个海流，还有突堤效应，所以对这个生态呢，这永远都是影响，说是佛眼无界的。所以这个一盖上去呢，对我们台湾的海域呢，是影响非常大，破坏生态是非常大。那我们想说，台湾到处都是在盖港，现在不止这里哦。大家知道，协和电厂为了天然气又要盖港，好像每一个天然气的地方都要盖一个港。那请问一下，台湾的土地孩子以后还有海边吗？我们的生态都填完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家里的天然气怎么来的，都是接收，有没有？家家户户接收在，是接管来的。那为什么海域我们不能用接管接过去？是可以达到的啊、哦！我想这工程上都可以解决的，只是要做不做。好，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谢谢郑明修研究员的发言。接下来我们邀请真爱藻礁公投领衔人潘中正潘领衔人上台。好，主席，各位来宾大家好哈。好，那在他这个之前呢，我先就我刚才听到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开发单位呢，其实不太重视我们今天这个公听会，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地方呢，其实都是答非所问。比如说我们问说，2022年到2024年89号机组的气源并不是来自三阶，如果不是来自三阶，表示三阶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嘛。可是呢，我们也没有发现到他们正面的回应哈。那大概是要用调度面，如果是调度面，那三阶其实没有过去一直说的唯一方案，时程问题。所以我希望这部分呢能够记录下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开发案非常不正当。好，那比如说我们在问，如果公投过了，行政诉讼呢我们赢了，请问中油你的因应方案是什么？我们听到的是中油说，那我就没有办法供气了。一个国家的风险管理可以这样吗？那我也在这里请教台电，如果中油说它没办法供气，你们的电厂要怎么样产生电呢？我们人民要如何有电用呢？如果中油不回答，那台电应该回答吧。好，那方副总提到说，他们认为他们对藻礁已经仁至义尽，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种种的质疑感到情何以堪？我们真的是啼笑皆非了，真的是啼笑皆非，完全没有生态观念，没有为子孙要保留我们这种天然这么珍贵资源的观念，然后呢，就是一路的要开发。
那我也最后，不是，就是在我的要回答的问题，我要提出的问题之前回答刚才的那个回应哈。台电的总经理呢，现在开始不断的强调，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15%的啊备用容量率的法定的备用容量率，有这么严重吗？可是我查了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备用供电容量管理办法，它不是一定的耶。比如说它的第四条第三款，它说前项备用容量率于本办法实行之日起一年内以15%计啊来计算。那表示当年需要到15%，那其后得依电力可靠度审议会来检讨，然后经电业管制机关公告，可见它是有弹性的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拿这个15%这一个啊死板的上线啊来打死我们早教呢？它如果是有弹性的，那我要提出一个数据：前年大前年我们用电非常的吃紧。后来呢，我们的备用容量，备转容量率呢达到6%了。经济部长就告诉全国人民，我们的电够了，我们不会断电了。如果备转容量率是6%，那它的备用容量率大概是9%。我想我们有到10%的备用容量率，应该不用太担心。那现在呢，要达到15%，如果稍微减一点，就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然后就一定要牺牲早教。这个是我们的政策吗？这个是蔡英文愿意看到牺牲他自己啊，早教永存这样的一个诚信的啊，这个基础上来做吗？我请你们国营企业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绝对不是5%非做到不可，而是有弹性的，请你们拿出这些弹性来。那接下来我要开始哈，要请教能源政策的部分。我首先要请教的是能源局。当时深澳电厂非盖不可，那是燃煤电厂哦。可是呢，同一个时期却把龙潭高原电厂舍弃了。高原电厂是天然气电厂哦。大家都知道燃煤电厂对我们的肺不好，可是为什么你把那个产能比较小的深澳电厂强调一定非盖不可，最后却让龙潭高原电厂把它牺牲掉了？这个对全国人民是怎么交代的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2014年开始，可行性研究是有替代方案台北港。那我请问，什么时候开始观塘成为唯一方案？啊、哦，就是说台北港就是绝对来不及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你们说的都是期程嘛，哈、哦，是什么时候开始？理由是什么？你们可能会用同一套东西来说。那我认为这些东西未来在列厅政会我们会继续追及。第三个，前能源办委员庄秉杰教授公开指称台北港比较快，这是2017年说的，的事情。他是在今年8月10号时候讲的，那他讲的那个时候是大概是2017年啊8/15断电前的事。第四个，为什么没有启动浮动式接收站来解决天然气短期需求，来避免破坏早礁呢？我下面有图片，这些来说明。第五，请问中油的调度面到底有多大？时间可以到多长？跳下一页。这两个图可以看得出来，在2005到2006年的大型火力的核能机组除役情形里面，我们明明就看到箭头指的有高原电厂哈。你们台电很早就有做这一个哈计划嘛，可是隔了一年，高原电厂不见了，然后深澳电厂、燃煤电厂非盖不可，说出个理由来好吗？好，下一张。这个是当年2014年中油对于啊观塘做三阶的可行性评估报告，里面就有替代方案台北港啊，表示2014年做来得及，2015年也来得及，一两年内绝对来得及。下一张，这个是啊庄秉杰老师说的，我现在你点一下那个。可以点啊、接到那个连接，就点画面，可以吗？你就直接点，用那个滑鼠点画面，会有 YouTube 的那个连接。好，那如果点不到没有关系，简单的说，他就是说，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讲到最后，大概是7、8个人在一个小房间里谈，谈到最后，那公司跟我讲的，庄老师，然后你觉得台北港比较快？是。就是他今年隔两天之后，那时候曾经的当董事长突然说五一选项，对，然后
后来喝几次，我就到你那研讨会去。去那研讨会的时候，他每次看那个，他都跟我讲。让他讲了。对，他每次看到我的中心低的。是。就我是意思指的，就是说，那个案子，我是觉得是真的被陈建腾弄烂掉了。大家好，把这些话呢，稍微咀嚼一下哈。就是明明有台北港替代方案，而且时程会更快，是中油的顾问公司的人讲的，但是呢，后来就一路推到现在，非要早交死不可。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要请问有关于离岸哈，就是所谓的浮动式的接收站。你们在环评书的定稿本上面写着，看红线，台湾西部海象有台风，冬季有东北季风，台风或东北季风，海象风速经常大于每秒15公尺以上，且波高也会高于3米以上，那表示3米以上很严重嘛，对不对哈？都不利于离岸式接收站卸收。那我来提供一份资料大家看看，就是中油的干部自己到新加坡去做去考察的心得报告，看下一张。这个心得报告呢，是在102年1月14号发表的。它是在前一年101年12月15号出去考察的。考察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最下面，你再用下一张，我们会看到它的考察的结论。他说他们去考察呢，其实呢就是针对这三阶的一些需求。我们看上面的红线，租期长约一般达20年，就是一艘那个浮动式的船可以用到20年。目前也有3到5年的短期租约，可以我们要的话呢，短期也可以，长期也可以。那国内未来几年，由于受到政府合一核厂如期除役的新电力政策影响，发电用天然气的需求增加，必须在北部新建 LNG 站。那台湾新建要8到10年，无法满足台电的需求时程，所以他会建议引用这一个浮动式的海上接收站。好，那内容还有一段非常重要，就是心得报告的内容。各位就是看这个下面的红，好，我整个都念。在设计上、建造及操作上的考量，如同 LNG 船或者是海上的设施。那接着设计企划的能力有很大的弹性，一般是介于 1.5 到 4.5 万吨，所以量非常大。使用的年限呢，船的部分大约40年，然后重要的部分呢，则约25年，所以绝对可以满足我们那种缓冲的时期。然后下面的两排的红字，特别要请大家看。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西部海岸大潭那边呢，那个波高3米，他们就觉得非常危险了。可是这一份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说 FSRU 可以于6米的有益波高条件下进行衔接作业。6米，什么叫有益波高？有益波高就是所有的波高平均值的最上面的1/3的那个高度，是比一般的波高更高的，它到6米都还可以衔接，然后一经衔接后，耐浪性可以达11米的有益波高，然后遇到台风，它随时可以驶离避风。这是谁写的呢？这就是我们中油的干部写的啊，在场啊，你们写的这么好，这么棒，结果我们请问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都说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这样推脱掉。我也请我们的主席呢好好的帮我们把这些问题厘清。政府在开发单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便宜行事，有没有别的外力介入，明明可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他们不愿意去处理。好，再看下一个。没有了。好，那这些就是我要质疑的。那我们希望呢，今天我也知道公听会呢大概也是随便混一混随便答一答，因为没有真正的在针对着争点来做交互的那个交叉辩论。但是我们会把这些问题集中到未来的类听证会，我们也希望这些问题可以被全国人民所看见，这个开发案不正当。谢谢。好，我们非常感谢真爱早教公投领衔人潘中正潘先生的发言，我们陈嘉华委员也到了现场，谢谢。好，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环境法律人协会理事长张玉颖张理事长上台发言。
刚才因为我接触到环团的资讯，然后还有包括中油跟台电这些相关的资讯，还有经济能源局相关的资讯，我想再提出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刚才环团这边都有提出来的点，但是我还是没有听到中油、台电或者是能源局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回应。不管能不能回应，我都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回应当中可以听到比较具体的东西。就像潘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吵了应该有三四年之久了，而且记者会也开了100多场，其实很多论点都是讲了再讲，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在公听会，好像都还是一样在讲同样的事情？因为没有针对问题回答。所以我这边要提出来的问题，我只提两个问题，可以希望中油或者是台电或者是能源局可以针对问题来回答。第一个部分是刚才蔡阳律师在报告的时候提到的，大潭的7号机到9号机组陆陆续续在2022年到2024年完工，可以启用。但是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到2025年，就是民国114年的12月才完工。所以针对供气的部分，大潭机组的7号机到9号机，如果要燃气发电的话，在刚开始完工的那几天根本就不是由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来供气。为什么中油跟台电的说法一直都是强调三阶完工才能够把大潭机组的7号机组到9号机组来如期如质的供气？这一点我一直有不了解的地方。那第二个提问是有关于刚才陈宪正律师报告的时候有提到的，他有提到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的第4条第一项规定，目前我们国家政策所定的减碳目标是到2050年，也就是民国139年，必须要减排50%。那这个目标会滚动式的检讨，我假设这个目标如果不变的话，我猜测它如果变也会变得更严格了，因为这个气候变迁的状况是越来越严峻。假设这个目标是不变的话，我们国家所有的天然气机组，我们考量所有已经在可行性规划的这些厂址，或者是预计要改建、要施工，甚至协和那边要做4阶，我们都把它考量进去的话，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都考量进去，届时会有多少机组还在役，就是还在发电，有多少接收站还在接收卸收天然气，会有多少机组跟接收站闲置，那到时候又需要多少天然气来发电？因为减碳的目标是写在那边的，这个是国家必须要遵守的法定义务。减碳目标降下来了，会产生碳排放的发电机组本身除役或者是闲置，看起来都是一个可预期的状况。那2050年的减排50%，我们如果把所有的可行性规划预计要新建的厂址，我们都把它考量进去，到2050年的时候，到底是有多少闲置、多少除役、多少在役？这刚才在陈彦正律师的报告里面，他引用到赵家伟博士的预估，他预估是40%。我不知道这个预估准或不准，我希望可以听到中油或者是台电或者是能源局的相关的数字。好，以上的提问，谢谢。非常感谢环境法律人协会理事长的张玉颖理事长的发言。接下来我们邀请主管机关国营事业就民间团体的发言内容进行回应，发言时间各10分钟。首先我先说明一下哈，就是针对3阶的问题哈，我们知道就是目前除了3阶在台中港的外扩港这边的工程，好，也是会影响到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巡游的这个路径，然后在基隆，
好，基隆这个歇核发电厂的这个天然气接收站呢，甚至要在做这个造岛的这个工程，那这个也是对当地的生态哈影响很大。那我们知道，就是整个天然气的这个发电部分哈，对台湾我们要做更长远的规划哈，其实不能想到哈就在当地哈这样做一点，然后对当地的影响哈又是这么大哈。伤害又是这么深了，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要赶快请政府，尤其是中油能源局这边，针对麦寮港这边，因为麦寮火力发电厂的这个替代，或者是它在89年就有一个天然气电厂的环评，其实已经通过了，所以说因为麦寮港是一个已经就是一个现成的港嘛，那这边在做天然气接收站，相信也是比较快比较容易啦，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就是如果我们要针对现在的这个三阶的问题要解决，就是赶快去做麦寮天然气接收站麦寮港的这个规划，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还有替代的方案。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邀请能源局的代表上台进行回应，发言时间5分钟，谢谢。各位先进午安好，那有针对刚才个别个案的问题，包括个别电厂的一个开发的部分，还有个别技术的部分，我想台电跟中油可以做比较详细的一个回答哈。那我就从整体政策面刚刚可能提问的部分做说明哈。那有关备用容量率的部分，我们在整个电力供需的规划，我们是因为电厂的新建，如果火力的话，可能需要的新建期程是6到8年以上嘛，那当然再生能源的新建是比较快的，但是再生能源的部分的分散式的建置也有它的一定的难度嘛，就目前相关的一些推动的话，可能都还是也要去突破一些现在的这个法规的限制跟这个民众的沟通的这些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备用容量率最主要的规划是希望未来的一个电源开发规划能够确保它能够稳定供电。那我们所谓的确保稳定供电，就是有我们所谓的999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量，999方案就是希望那个停线电的风险是最低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设定在备用容量率要未来的规划年度的规划要15%以上。那我们知道常常讲电力的供需的话是需跟供，那尤其是需的部分的它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因应产业的变化，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已经今年来讲就是 COVID-19 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别的国家可能就是这个产业可能比较可是反而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结构让有些接单就增加了，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可能都会在某一个年度或可能某一个时间，甚至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我们居然处在亚热带，这些电力的供需可能都会有变化，所以基本上在电力的规划方面，我们就是以15%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那至于说某一年16%，可能某一年可能13%，过去刚刚有讲，可能真正低到的也可能6%或者1点多都有可能哈。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是说有些是可以用透过紧急的这样的可能调度，譬如说调度民间的这些发电机来因应短期的，或者是利用民众的这样的那个叫需量反应。这种紧急型的可能因应这样可能一天的几小时的这样用电，但是那个相对的我们可能要用比较大的一个单价或什么去购买这样的一个用电，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毕竟这个这样的调度的话可能也是有它的不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可以供给这样量，可能也要做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诱因的机制规划，还有包括很及时的去反应哦。那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原则上在备用容量规划的话也是以15%来做这样的目标量，至于某一年可能会增增减减，但是我们知道2025年虽然规划到
17点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未来可能2026、2027如果没有新的电厂起来的话，这个电费用马上就下降了，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以锁定这个目标来做这样的一个考量规划。至于那个如果不去，我们知道刚刚有讲到说啊，这个不是强制性规定，基本上这个是就强制规定，如果没有去开审议会，就是维持 15% 的这样的量来做国家一个风险的一个管控。那至于就是刚刚也提到说那个公投的因应的部分，我想这部分的话，我们刚刚中友跟台电也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话，我想就你讲短时间的话，在目前可能以中友的规划的话，这个第三接收接收站的这个地点的部分，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思考点呐，那当然有些从事这样的一个规划，那等于从不同的面向去做完整的思考，可能也就不是说可能片面的去考虑这样一点就决定的说啊这个可以，那个是不可以。我想从事这样的一个政府或者是国营事业的规划，它是要负完整的完全的一个责任，所以它要承担所有决策后的一个风险。那至于它的挑战是不是要妥适的去回应这个民间团体的这样的一个质疑，我觉得是有必要的。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有关电力的供需的部分，我们刚刚讲有需求面跟供给面，我们知道分子分母的关系嘛，需求的刚刚讲的就是那个不确定性很高，因为牵涉到是大家在使用工业部门、气候的因素、人民生的需求等等都影响。那供给面的部分，就你讲我们未来的话可能就是天然气跟再生能源为主，那当然这个燃煤的话就是逐步会减少。那至于说天然气跟再生能源到底能更不能互相去增减，就要看我们的需求。那再生能源部分我们 也逐步在增加它的规划，就譬如我们的未来的离岸风电，过去的规划可能未来我们真正的到2026、2035就已经开始在规划每年1吉瓦的东西的那样的量在释出，所以慢慢的再生能源部分也增加，自己增加的量是能 cover 未来的电力需求，甚至可以替代未来的，我们未来替代的是燃煤，不是替代燃气，所以未来燃气的这个需求还是在的，所以相对的我需要的天然气的那供给量还是需要的，这些接收站也是必要的，包括可能台电公司的已在他们需要的燃气的部分也是在规划在我们的电源开发规划的这样的一个 roadmap 上面，而不是说台电规划就好，中油的就不要规划啊，在这边做这样补充说明。以上。麦寮港那个天然气接收站的规划，能源局有在做吗？应该是民间的那个，以他们，我记得是他们的燃煤电厂的部分。有在做辅导吗？是不是要开始去接洽了呢？个别的私人的公司的同志，我们整体能源的规划，能源局不能说民营的，你们就针对它的不处理啊。燃煤电厂的部分，基本上它在 IPP 的话，它有固定的等购的年限，年限一到，我们的燃煤就不断等购。你们要去了解它的，我们会去了解，但是这是天然气厂，其实环评早就过了。我觉得这是私人个人，就是私人企业的一个投资，我们会你不要代表那个能源局发言啊，你就回去再研商好吗？把这个意见带回去 好吗？好，谢谢。好，我们谢谢翁淑珍主任秘书的回应。接下来邀请的是中油公司进行回应。主席啊，各位先进，谢谢各位先进的指教哈。那么刚刚所在提问的一些部分呢，我再做一些说明哈。大概就是说，第一个首先就是对于2025年114年哈，那么第三接收站12月才完工，那么对于2022年到2024年之间的供气呢，是不是从其他的来源过来？那首先我先说明哈，那么所谓114年完工，三阶完工指的是整体的计划完工啊。那么对于大潭新增的机组呢，从7号、8号、9号呢，它的所需要用气呢，因为它新增机组，它也是逐步去完成啊，逐步完成，所以它的用气所需要的时间呢，开始使用时间呢，它也是在不同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我们这边讲就是111年的10月呢，中油公司在三阶呢是可以开始供应天然气，指的是
它的第一步机组呢，就第一步先完成的机组要开始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时间点来供气啊。那么整体的工程在111年底的时候呢，这整体的工程来讲呢，它的完成度呢是在港的部分，港的部分的外扩的防波堤呢，它还没有全部的完成，所以从111年底呢开始供应第一部机组所使用天然气的同时，这个工程在港的外扩防波堤呢，它还是要继续进行的，来把这个整体的工程把它完成，当然确保就是说114年完成的时候呢，这整个第三接收站它的供应量可以到达300万吨。好，当然当然，111年开始供气的时候，那当然一定船要进来哈。那么这是第一个说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提到了，如果公投通过的话，有没有中油没有替代方案？中油没有回答。我想这个部分在我们前面两个说明的时候都已经有回答，并不是没有回答哈。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在大潭的新增机组来讲，它必须要由官塘接收站来供应啊。那么另外也提到了，就是在生态的部分呢，那么这样对于藻礁不公平哈，那么生态的部分会去破坏，那么突堤效应等等哈。那么我首先要考说明，就是说整个的环评的过程中呢，中油公司作为开发单位，已经呢从对于当地的生态，包含藻礁的部分，是做了充分的一个考虑。充分的尊重了环团的意见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把这整体的开发规模呢缩到最小，同时呢对于未开发区域呢，我们善尽我们的保护责任。另外对于这个港的部分呢，也采取了离岸式的一个港，那么从陆域到港域的部分呢，是用桥的方式来就是做衔接，它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水域呢都能够在南北向呢能够充分的流动。那么对于这个陆域的一个藻礁以及未开发区域所存在的生态呢，让它能够跟海水之间呢能够充分的从海水里面获得它所需要的一个营养源啊。那么在我们的工程期间以及后续的营运期间呢，也会充分的善尽我们应该要应尽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个是接下来就是说，对于台北港的替代的部分呢，那么其实我刚刚也说，我们前面两次说明呢，也大概也说明一下。那么台北港的部分呢，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考虑了哈。那为什么它的时间上会来不及呼应所需要的这个新增机组用气呢？刚刚也做了说明，我就不再赘述了哈。那么刚刚我们尊敬的那个潘老师也特别提到所谓的FSRU 了，英文讲 FSRU 就是浮动式的这个接收站的部分。那么浮动式接收站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特别强调，对于天然气供应来讲，讲究就是一个安全跟一个稳定啊。那当然，我们讲的106年的时候呢，在所谓815事件啊，那么造成天然气的供应来不及呢，而使国内的那么电力的供应造成了一些不方便，那么在舆论上呢，有对中油公司有诸多的不满哈。那么因此呢，在我刚刚特别强调，这个能源的供应呢是不能中断的哈。那么如果是用这个 FSRU 的话呢，那么台风的来临的时候呢，它就必须要前2-3天就开始要把它的锚等等的全部要收回来，然后这个船要去避台风啊。避台风它可能跑到很远一个地方去，那么跟台风的路径反向之后，等台风过了以后呢，它再回过头来再重新定位去下锚，那么这时候呢，它中间可能空的时间呢可能是10天半个月，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第三阶段所谓官塘接收站，它就没办法供应天然气给市场上去使用，这时候这个天然气从哪里来，它就马上产生一个中断上的一个效果。那么因此呢，我们是强调就是说要有这个陆域型的接收站，那么在陆地上呢要有 LNG 的一个储槽，那么储备呢
它足够的安全存量。那么纵然当这个所谓陆域型的接收站呢，当这台风来的时候呢，纵然 LNG 船不能进港来卸收，但是这个陆上的 LNG 储槽呢，它有足够的安全存量，能够供应给市场上所需。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 FSRU 呢，我们是不建议，而且呢，极力的不希望它是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供应来源，是这样一个原因。那么而且现在这个天然气事业法也规定，我们天然气的供应者呢，你必须要逐步的把你的安全存量从现在的7天呢逐步提升到14天。因此呢，这个 FSRU 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域上来讲呢，它是不适合的。那么这个再做这一步的进一步的说明。以上，谢谢。好，谢谢中油副总经理方正仁方副总经理的一个回应。最后我们邀请台电公司上台进行回应。好，大家好，刚提到高原哦，为什么没有建哦？事实上，高原没有建，是因为我们的气管哦，要穿过高速公路，它有相当大的困难度哦，所以哦，我们检讨结果，就高原就没有建。那我想就近供气哦，从这里就看得到，你的管线拉得越长，风险就越高了。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要减少风险，就近供气。那备用容量率为什么都一定要 15%？ 我刚才提到，那这个当然哦，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我们只是说守住这个 15%， 是因为缺电的风险几率哦是可以降低的。那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大潭的供气哦，其实大潭我们的计划是2011年6月到2013年6月陆续就要完成，所以我们的供气也是在这个阶段里面陆续的供气来搭配就可以了。所以大潭观塘的计划是可以哦搭配我们这个大潭的这个机组的这个建厂时程的。那刚刚大家都知道说能源 是多元的，这个减煤增气这个转绿哦都是我们一直供电的方向啊。但是在转绿的过程里面哦，再生能源它是有它的特性，就是它是一个间歇性的。这个再加上台湾的这个电网是孤岛，所以到了晚上没有光或没有风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石化的这个天然气厂来搭配哦。那当然这个天然气厂也会产生 CO2 哦，这个我想很多都先进都知道。那现在说实在，世界各国也在研究所谓的 CCS 哦，这个碳捕捉、制氢哦、储能。这个都一直希望说借这个科技的发展来逐年来看看有没有更高的更好的技术来把这个 CO2 来排放。所以这个过渡的阶段里面，我们还是非常需要这高效率这个低排放的天然气的基础。所以这个接收站对台电来讲，这个供气的来源还是非常重要的。谢谢。谢谢钟比利总经理的回应。那接下来最后的一个阶段呢，是我们现场的提问。好，我这边说明一下哦，因为我们办这个公听会的时候，并不晓得，刚好今天会是蔡委员跟陈娇豪委员他们都在院会总咨询哦。蔡委员回来了，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阶段就是开放民众的回应了。好，那我们就先请那个燃料反核自救会杨木火总干事。两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我首先感谢那个潘老师以及在座的为早教长期努力的朋友们的努力。我个人是身为核四的燃料反核自救会总干事，但是接下来我可能会提出跟你们过去论述不同的意见，希望你们包涵哈。那早教的公投理由书里面有谈到，就是说核四哈。他说要花时间很长，花很多钱。
但是根据我对核四的了解，就说拼装车的核四商转，台湾一定发生核灾。哦，这个都有论述的所谓的资料，这些资料都送到法院去了哈。那我们非常担心，因为现在为什么再生能源发展事实上遇到很多的各地都有很多问题。那如果天然气的供应不足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上来的时候，到中午一两点的时候最高，然后下来就三四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鸭子曲线。到四点五点的时候需要什么？就是天然气。万一像这种夏天这种阴天的天气的时候，那要什么去供应？没有太阳，虽然有一些风海风，那有些储能，有一些抽蓄。可是这些量加起来够吗？是不是要用充足的天然气来补足？我个人曾经新建永安港的时候，我曾经参与那个工程。那个工程，各位，如果它运作的时候，它整个管子是缩起来的，因为零下160几度天然气。各位，那已经运作了20-30年，那些机器设备，你觉得还可以运作多久？会不会哪一天中环出问题了？所以我个人是非常认同，就是说三阶要去新建，但是三阶新建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大家各位生态学家都没有去讨论到，这个接收站这一区跟电厂这一区，接收站这一区基本上把液化的天然气运进来，零下160几度。它要气化的时候是把冷能放出来，那台电这边是温排水。如果我们的三阶不放在这边，放到台北港，请问它的温排水不会影响我们的藻礁，不会影响我们的珊瑚吗？我看过很多的报告，就是说珊瑚藻礁对那个温排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从头到尾，我们大家没有去探讨说，好，那个原子就算所放出来的那个冷排水，听说现在中油也要引台电的温排水来，使我们的液化天然气气化之后产生的冷排水再放到那个温排水水管的提道去。事实上，这是一个最佳的配合，一边放热，一边放冷，整个系统。会把温度降低，这个是对藻礁的保护非常好。那你看过去藻礁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事实上是桃园地区很多工厂排放污水干什么，造成很多藻礁的伤害。那现在台中油也成立一个所谓的生态监督委员会，我个人认为这个委员会应该强化，不但在新建时间，在运转时间都要强化。就是说让他好好的去监督，如果移走了，会不会还有这些监督？我相信没有。还有，最近我上网去看了，这是新建，这是所谓的一个城乡港区，这个是已经快建好了。如果到明年八月的时候，大概这两个除草建的差不多了，那到时候我们要把它拆掉吗？那拆掉的时候造成多大的问题？这些废物什么，我们让产生了多少的二氧化碳？所以我们这些必须好好去思考。那最后我呼吁，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这个第三阶段是必须新建的，要如何强化保育生态。另外中油一定要遵守去引导台电的温排水来冷来气化它的 LNG， 然后之后产生的冷排水一定要放到那个温排水的管道，然后降低那个区域的海域的温度。哦，这是我个人建议，谢谢。好，谢谢杨先生。好，接下来是核四公投的领衔人黄世修黄先生，请。
那感谢蔡碧如委员举办公听会，本人非常关注藻礁生态跟燃气国安的议题哦。那以和养绿的绿是生态环保的绿，不只是绿能的绿。我们身体力行支持对环境友善的绿能，反对本末倒置破坏生态的绿能开发。我本来很犹豫要不要参加这场公听会哦，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身份比较敏感，如果声援藻礁公投，会不会让潘仲正老师被反核团体排挤？曾经有一位社运圈朋友不与我同台，事后私下跟我致歉。那他就是为了怕影响藻礁公投，所以在藻礁公投的提案阶段，我也不便公开的宣传，只能够拜托我们以和阳绿的志工私下帮忙签提案书。然而看到今天这场公听会的讲者名单，竟然包括了绿盟赵家伟、地公蔡宗岳等人。啊，本人生怕公听会沦为套招中央废核政策的打假球，护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牺牲藻礁。所谓的直球对决、真枪实弹的演出，终究只是演出。所以我思量之后决定报名旁听。那在座记者、各位记者朋友，你们可以看出，今天民间跟官方根本没有交集。民间说台北榜是替代方案，官方却说观塘三街是唯一方案。好，那中间就不赘述了。好，那他们官方还说什么保证不会破坏生态，不盖就不赶，赶不上2025的公气。那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赶在2025年呢？我就等着看这些假环团有没有人敢质疑这个问题。刚才 蔡雅莹引用庄敏杰资料，说主张在台北港盖燃气槽，还可以连着燃气厂一起盖。你有问过台北人意见吗？那你又说三街2025年12月底才完工，赶不上大潭新增机组的需求。815大停电的大潭厂还要再扩建，断气的风险越来越集中，火力全开烧好烧满，你有问过桃园人意见吗？那你又引用赵家伟资料说，包括改在台北港建三街，哦，对不起，宣称2025年备用容量率在 17% 以上。那你知道赵家伟那一份是假设电力几乎零成长，而且风电、光电全部提前达标，才做出那个带风向不缺电的台大风险中心报告吗？那另外蔡宪政提出的替代方案，包括台北港、林口港，还有核四改建。好，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哦，你们之前都说核四地质不安全，可是现在跟我说这里可以盖更危险的除气槽跟燃气厂。那你也引用了赵家伟资料说，要达到法定减碳目标，2050年燃气的闲置率要 40%， 如果达到碳中和，35年闲置率 40%， 50年闲置率 60%。 嘿，你们平常护航大量天然气政策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后来蔡律师又花了整整三分钟的时间狂念中央厨房的说帖，宣传核四重启这样那样不可行。好，那这东西我们过去都破解过了，所以你的主张是不可以污名化非核家园。这就好像一个家庭的爸爸酗酒吸毒，妈妈辛苦抚养孩子，拼命打工赚钱撑起整个家庭，结果你们却说妈妈虽然到了极限，但是不要检讨爸爸的问题，妈妈的工作一定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我情何以堪呢？刚才我们也看到台电总经理回应这个陈宪政的替代方案，林口是泄煤厂，改了 NG 港，这工程浩大。那核四的重建码头也同理，而且从台北要拉管到大潭，这中间的地形跟技术非常的困难。我觉得啦，光是环团今天提出在台北港盖除气槽，还便要盖燃气厂，这个东西在政治上的效益，你会不会有没有想到在民意上造成的反弹？你会不会让藻礁公投面临更困难的处境？你们有没有想过？还是你们其实都想到了，你们只是来配合套招？刚才中油总经理也回应陈宪政的替代方案，无法理解说什么环评委员可以配合在四年内完工。这点我其实我认同啊，接收站光工程就要四年，但就算你要改在台北港，你要重做可行性评估，你要做环评审查，你要做填海造陆，这跟大潭不一样，不可能在四年完工。我先说，我也反对在大潭盖三街，我也反对大潭电厂扩增新的机组。可是今天在野环团提出的这些替代方案，是不是会有反效果？是不是在护航中央？大家可以好好思考。所以不要再当鸵鸟了。为了2025的非核家园，某些利益团体现在的反对，跟力道跟当年反核天差地别，假装过个招走个程序，观塘三街势在必行，千年藻礁毁于一旦。不要妄想这些伪善者真心想要保护藻礁生态了。我在此沉重的先为藻礁默哀，谢谢。好，
谢谢黄先生。那接下来是澎湖青年阵线王兰希小姐。大家好，我是澎湖青年阵线的前执行长王兰希。我今天就一个先针对这个官方的部分，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在中油台电能源局一直在强调说没有其他可能，台北港不行，调度不行，所有的替代方案都不可行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方法论上不可行，就是必要之恶这样子。如果是你们说的那么不得已的话，对于所有提出来的取代方案都可以这么轻描淡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必要之恶，跟这是有个有道德的错误的事情。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是必要之恶。这边有非常多的千千万万的生物，保育类、非保育类，这些众生，他们10年后、20年后，历史会写下这一切，会记录这一切，我们曾经在这一代发生过的事情。好，这个千年的藻礁要毁于这一刻，然后我们这个建设只有要使用几十年而已，这样子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我是没有答案呐，我希望每个决策者应该要扪心自问。然后对于这个核能跟这个天然气就是这个三阶的开发到底它有没有冲突？核能在国际上已经是夕阳的产业了。这个国际上我们核电厂的建设是每一年逐年越来越，就是建设是越来越少的。如果就是它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看到核能的这个建设越来越少的这个图表，黄世修先生可以把它解读成这个核能还是未来的趋势，我是这样子的解读，我是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这是怎么解读出来的。好，这是我以上的发言，谢谢。好，谢谢王小姐。来，接下来有一位工程师王伟明王先生，请。各位好哈。关于这个三阶的这个问题里面哈，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到现在会有这个讨论？是因为藻礁有一个7600年的藻礁，中油声称他把这个整个基地变成一个离岸的一个基地，是为了充分保护藻礁。那我这边要说明一件事，就是说，不管是衔接着海岸或者离岸，这个建设会完全摧毁藻礁。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整个的这个整个规划报告里面有一个论述是说，当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三阶的厂址，观塘这个厂址在退潮的时候，它的水流速是36公分/s，但是呢，当这个港建起来以后，它留了一个孔道，说是让水流可以充分的流动。那么这个充分的流动，说这个所有的珊瑚、所有的藻礁、所有的生物可以有跟海水的营养源可以接触。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哪里？中油的评估只评估了一件东西，就是涨潮退潮的这个水流的流速。但是台湾的这个西部沿海不是只有涨潮退潮，它还有海流，就是台湾的黑潮是西岸的黑潮，有一个支流是从南向北流的。
当这个黑潮的被这个港，因为它有一个缺口，一般的港是没有港的，你防波堤内部是没有缺口的，它现在里面是有一个缺口，于是这个潮流会有一部分的海流被切进从港内流动。那么根据中油的资料，在整个港的南口，它的水流速是72 centimeter per second。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过，在这个它的港栈桥那个部分最狭的部分，在没有建港的时候是36，72、36差两倍，对不对？但是当海流进来以后，南口的整个断面是这个缺口的7.5倍。也就是说，当港建成了以后，这个在海流的流动的过程中间，在最狭窄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所有的藻礁和珍贵的珊瑚生态最珍贵的区域，它的水流速会是原有的没有建港之前的15倍。7.5倍乘上72除以36就是15倍。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水流是在这个非常急流的地方，它的整个流的断面的底部是光滑的，也就是说原有的藻礁生态在变成15倍的水流速度的时候，它会完全被刮光，刮得干干净净的。也就是说，中油所说的它已经做了种种的设施、种种的组织来要保护这个藻礁的生态，其实是完全达不到目标的。那这个很简单，就是它离岸的时候，那个缺口它的断面，北口的断面只有南口的7.5分之一。那么原有的南口的流速是这个北口旧有的流速的2倍，也就是它的在这个南北口的地方最狭窄的地方流过去的流速会变成15倍的流速。那这个是一个流体上面是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因为它被这个港的西部的整个堤防围住了以后，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 channel， 一个封闭的 管道，所以进来多少水就得要出去多少水，也就这个流速增加变成这么大的倍数是跑不掉的。那我们算这个15倍，其实 7.5 倍的断面其实有算过，因为南口的水深它靠外头是水深，它船要进来，所以那个水是深的，宽度是宽的。那么在北口这边它近岸水是浅的，而且断面这个宽度是窄的，所以我们经过实际的量测以后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建设的本身，我们现在谈的最核心的议题，为什么原来的方案会改成现在离岸的方案，其实核心就是为了要保护藻礁。很不幸的，现在提出的方案正好可以彻彻底底的摧毁藻礁。谢谢。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是民众党的智库执行长徐文禄徐先生。两位委员，在座的环保团体的各位先进，还有这个官方的代表，大家好。那今天讨论，我在旁边听，好像有一种趋势，这个趋势好像是说，为了要反核，我们就要盖天然气；为了盖天然气，三阶站一定要做。那另一方，好像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似乎他为了要捍卫这个藻礁的生态，似乎对核电的东西又不太敢讲。其实这两件事情并不是真正的冲突。怎么说呢？比方说，大家都听过，在
那种博弈的这种规则里面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甚至于在很多环保议题里面，我们是看得到这样的情况。好，为了完全相反的目的，我明明反对他的立场，但是呢，我为了要打败他，我甚至会支持背后跟他意见不同的人。这样子的操作，在今天这个会场上是明显看得出来的。那事实上，如果从环保总体的角度、生态保育的总体角度来看，天然气这一次早教要不要保护这件事情，跟反核要不要反这件事情，在大方向是一致的。他们不是相反方向的一种力量较劲，他们是在同方向、同一个大方向上的不同的优先顺序排列上的一个选择。那让他们在今天在三阶站这个案子上，竟然会产生这样子一个比较紧张的态势，其实我认为是国家在这件事情上可能要扮演比较重的责任。怎么说呢？其实整个能源转型的问题在台湾已经讨论了好几年了，可是执掌或者掌握着台湾整个能源政策方向走向很重要的一个团队，主要包括台湾的最主要的几个国营事业以及其他相关的业者，这些人在能源转型这件事情上到底做好了多少的准备，这是一个必须要首先去面对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得到现在这个 RE100 的议程现在已经全球都在进行，那台积电为了要配合 RE100， 他已经宣布了我就是要加入这个议程，而且一旦加入这个议程之后，所有的产业链最后都被带动，都必须宣称要使用绿能。这件事情只要台湾还是以85%外贸导向的这种经济体，你就是要面对，回避不得，没有多少时间。这个跟2025年有没有办法达到非核家园，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怎么讲，就是更另外一个更国际规格的问题。那这件事情，不论是民众党的一些委员在问政上，或者是我们在民间的倡议上，事实上也一再宣扬这个部分。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从经济部或者能源局各方面对台湾能源做大决策的这些相关的部会，以及这些国营事业对台湾能源政策有重大影响的这些机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说有，我愿意这个细心聆听。如果这些东西都成为共识的话，我相信再回头来看今天我们这一场讨论藻礁要不要保存，这我想这已经不是问题，已经不是这样问了，而是藻礁要怎么保存。其次，或许这件事情我们放大这个格局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今年现在已经是2020年年底了，眼看着2021年又有一个重要的民间发起的一个公民投票，要决定核能电厂核市场要不要重新再恢复营运等等当然这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说整个不管是这个，我先撇开执政党的这个总统他怎么样的宣誓，我们要看到是整个全球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最近的这2-3年很明显的再生能源的一个转型，而且它会创造很多的在地就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在积极直追是来得及的，我们可以从能源转型带动产业转型，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谢谢。好，谢谢徐文禄执行长。那还没有人要再发言，我们是不是请能源局跟中油还有台电分别回应一下以上几位的发言？先请能源局。
我想刚刚各位先进所提的意见我没有特别要回应，但是我从今天听到各不同业不同民间团体还有包括这个民间学者的意见我想有能源有选项它就会有争议，那设施地点也有选项它也会有争议，那技术别比如说这个天然气接收了它不同的选择它也会有争议，那我们想作为一个设施政策的一个规划者或者是政策的一个执行者，中油台电国营会等等我想他今天最主要目的是接受大家从不同面向的一个挑战也好或是建议也好去做进一步的在政策方向规划上的一个审慎思考，甚至去做相关的配套的一个补强等等我想这是今天整个公听会我想是最大的一个收获。那至于就是说是不是有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我想准备永远不够，我想在整个政策规划中时空在变迁这个情势也在变迁，包括刚刚讲的全球这个零碳2025年的近零排放也好，或是 R100 的这个全球绿色供应链等等的这样趋势变化，都会牵动整个这个能源转型甚至各个产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轮动这些能源议题跟产业议题跟这个环境议题甚至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都是有它的关联性，我想大家的意见我可以提供我们这些真正在做这样政策规划跟执行的过程中比较好的一个完善的从不同的面向去进一步的去检讨跟思维来做比较好的一个规划，我今天就谢谢大家给这么宝贵意见，我想在政策规划我们会去审视思考，谢谢。好，谢谢，其实就是沟通啦齁，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中油代表能够回应，好，请。两位委员在座的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我这边就只针对刚刚王伟民先生提出来的问题齁做一个简单的答复。他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港的流场的部分有没有考虑到除了退涨退潮之外有没有考虑到流事实上是有的这是我们也做过实地的现地调查再用这个资料去建立这个分析的模式，换句话说流的部分也涵盖在里面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明。另外一个你用一个你刚刚也提其实你讲了很多就是说在这个狭窄的地方会流速会变成15倍，其实是这个是不正确的这个是你是用简单的通量观念去解释这个海洋工程的流场观念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我们的港它是摆在整个那个海岸边，它的流当它进港的时候它会跟它达到一个平衡，大部分的流会绕到港外去这个是我们除了有建立流场之外其实也做过水工模型试验这个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应该是把整本的这个水工模型试验报告跟它流场建立的一个报告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分析的我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好，谢谢。那是不是请台电代表要回应的？好，总经理请。我想每一种能源都有它要面临的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还是努力朝这个蒸汽、减煤、转绿这个方向努力，甚至更重要的要做好节电。好，这个我想我们会努力来朝这个方向来做，谢谢。好，谢谢。好，那全部回应完了，我们是不是在还有时间？是不是在开放？还有没有现场的要愿意再谈？好，王先生。好，王先生回应前，我先请那个中友。中友刚刚不是说认为他刚刚讲的不对，那是不是把那个报告，好，你们的说明书面报告再回复我们两位委员办公室，好吧？关于中油刚刚讲的东西我想在这个流的这个东西里面它绕了一个圈子。我们当然知道流大部分会跑到港外去，我们讲的是跑到港内的部分。
就是进入了港内多少，它到这个地方流速，那个地方流速和这个地方流速就会差7.5倍。那这个7.5倍呢，相对原有的流速就变成15倍，是这样的。所以它绕了一个圈子哈。第二个东西，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看的是 final 的这个核定本，我们不必要看完整的报告，因为水工的东西该懂的人就会懂，我们看了知道怎么回事。但他写的东西里面，我们看我们用的这个 original 的这个流速，是他的在做港未建时候的这个流速的测试，而且它的标明也是很清楚，就是在涨退潮的时候。所以我认为简单来看啦，当海流往北走的时候，当它港它的防波堤离岸已经几十公里远的时候，它的海流必然有一部分切进来，一部分切进去，切出去嘛，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切进来的部分到达这个栈桥的那个区域的时候，那么这个断面的差是非常明显的，就 7.5 倍嘛。所以不用绕来绕去，在流体的观念里面，这个就是一个 channel， 一个大的进口和一个小的出口，就这么回事而已。那它的流速就会多这么多倍出来。那你说是不是一定15倍？也不一定，也许20倍，也许30倍，也许8倍，也许10倍。但是显然他在这一方面没有完整的认知。那么在这个东西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当时当政务委员找潘老师谈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谈的时候，谈的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藻礁这个重要的资产，所以把它移出去。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并不是说，哎呀，你把公务员当敌人，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是需要彻底的了解。你们这样做下去以后，到底是有没有达到原先政策的目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移出去完全是不对的事情嘛？那这个是政府，完全是政府的疏失啊。我们只是在提醒政府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而已。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里面，我相信刚刚这个中委这位先生讲，他必然也是一个专业人员。那我们讲话直接一点，不要绕来绕去。谢谢。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来了一位地球公民基金会蔡中岳蔡先生，请。委员好，还有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想因为其实刚刚前面其实关于这个整体能源转型的进度大家都有提到蛮多，那尤其提到就是现况下来讲，尤其是今年啊，就是今年其实全世界各国都在宣布这个2050的净零碳排的目标，那在这个情境之下要发展绿电是一个我们一定得做的事情。那所以刚刚其实我相信蔡委员律师就有提到，就关于到我们整体能源转型的期程当中，我们在2025年确实设定的50%的天然气，那现在在做这个3、4、5阶，都跟这个一来是安全天然气的安全储存量有关系，然后二来是跟我们整体要作为一个过度使用天然气的这个方向有关系。但问题就出在我们在2025之后的这个能源配比上面来说，天然气到底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如果我们要跟上这个全世界在讲这个绿能，这个绿电要作为一个经济上面发展的必要，好，我刚刚讲，我们有85%是靠着这个外销，我们的这些台湾的这些公司跟订单，必须要靠绿电来制造它的原物料，才有办法做好的外销。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抢再生能源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20%的再生能源设定在2025年，接下来一定还要再往上爬。好，2025年我们要赶快努力达标，2025之后要继续增设，所以我们就会发生一个很尴尬的情境，就是我们的3、4、5阶很有可能它都不会用到它的使用年限，就必须得淘汰，因为我们必须要发展更多的再生能源。在这个情境之下，
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评估出来说，我们在这个过渡时间点使用天然气作为一个能源转型的过渡时间点当中，有什么方案是一个比较短时间内达到一定安全的储存量？好，刚刚我们刚刚对于那个备转备用有一些做过讨论嘛，到底是7%、15%这些讨论哈。那刚刚确实能源局的说法是说，这个几%几%每一年会有一些浮动，这确实是现实的状况。可是我们现况下一直没有再把2025年之后的能源转型的能源配比的目标拉出来谈，而且这个拉出来谈，去年谈跟今年谈应该已经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况下，为了要符合经济发展，不是环境保护哦，为了要配合经济发展的外销，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绿能来做。那今天绿能选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是其他的议题啊，包含我们在推动这个环设检核这些机制，让绿能放对地方。可是天然气作为过渡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且必然是事实。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在新建天然气接收站的时候，在期程跟在选址的部分，如果我们在绿电能源局都可以开始接受，经济部可以接受这个环设检核，就是把对的事情放在对的地方，在三阶也一样啊。我们既然要做天然气接收站，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当然，我们在长期保护藻礁的工作当中，就确实从2017年、2018年过去的说法，一直到2020年，今天好像变成是观塘是唯一方案。过去明明都还有替代方案可以选择，甚至在环评的现场都有这些讨论。那这个过渡、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叫做唯一方案？而我们所提出来的替代方案，通通都好像不可行。再来，今天不管是公投或者是行政诉讼，它都有可能有变局。这个变局是政府单位应该要给国人稳定天然气供应，这个变局的应变措施要出来的，不能说我们通通都指望在观塘上面。那这个应变措施是什么？不可能是零方案的，因为现况下来讲，它就是有这些变数存在嘛。这些变数存在的时候，为了供电稳定，这个刚刚其实各部会的代表都有说，为了供电的稳定，我们必须要有这些稳定的电力来源。那这个电力来源如果因为其他的这个行政的诉讼，或者是因为公投的结果有一些调整，而且这个题目坦白说就是直球对决啦，所以如果公投过关的话，三阶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那这个情境之下，我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到明年八月公投结束之后说，哇，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样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能源政策，也不是一个负责任面对我们经济上面需要电力的主要方向。这是真的要麻烦各部会，如果曾经有想过，或者是想了没有把它拿出来说，或者现在不能说，它都必须要拿出来跟大家说明清楚。好，绿电发展已经是趋势，天然气势必是过渡，这个过渡的转型方案到底有什么可行性？不会是零方案，不会是观塘是唯一方案的，所以要麻烦大家很努力的再把这些方案提出来，谢谢。好，谢谢蔡先生，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很踊跃的在那边发言。那其实我们的题目叫我们的今天的公投的题目叫真爱藻礁，然后但是藻礁碰到这个经济能源的发展，我刚开头的时候也讲这些用电看起来是民生必需品，在面对民生必需品经济的发展跟我们生态的一个保育之间，我们如何去拿捏？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听多元的不同的声音。那在这个不同的声音里头，到底是能源转型的议题重要，经济发展的议题重要，还是生态保护的议题重要？我想可能都各占有比重都相当的重要，所以这个也需要在这个多元的文化里头，任何的公共事务其实花最多的心力跟心血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做沟通。那我们想今天大概我不晓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充分沟通到了。那因为我们真爱藻礁这个公投呢，今天这第一场是由我蔡碧如来办这个公听会，那下个礼拜呢是由那个陈嘉桦委员呢来办另外一场公听会，是生态的公听会。那也期待各位下礼拜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听会。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谢谢。
要谢谢一下那个这来的一个出席的吼能源局的那个翁素珍主秘嘿那个团队，再来就谢谢那个中油的总经理李顺清的团队，还有谢谢台电总经理钟秉利的团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